还是我，你开个门，我还有事跟你说呢。有什么事儿？姓梁那小子没找你麻烦来吧？ 这是，真伤了心了。你要是真为自己眼神不好伤心，这还对；你要为姓梁那小子伤心，那太不至于了吧？啊！哼，我跟你说，得亏今天我给碰上了，要不然我说出大天来，你也不信呢。你这，哎呦，他真动了气了。 不至于啊！你先消消气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好好教训一下姓梁那小子。以后他再找你麻烦，你告诉我，我吃点东西啊。你说说，我怎么总跟你打仗呢？啊？年轻的时候吧，听你打架。 现在到这岁数了，还是你出头，哼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还真够行的，够招风的，哼！干嘛呀？怎么了又？让我走是吧？马上！我是怕什么姓梁的小子找你麻烦。 用不着，干嘛呀？这你干嘛？我用不着你装好人假仗义。典正，咱俩离了，那小本咱俩一人一本，手里一攥，你跟我夫妻的情分从此撒手没有了。你管我干嘛呀？我好我坏我死我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 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犯浑是不是？我犯浑？我清楚着呢，是你把咱们俩这水搅和浑的。你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我告诉你，太对了，就是我眼神不好。我当初我要是睁开眼睛看清楚了你，我就不会嫁给你。你是啊，你对我好。 你当初你是对我好，我感动，我可以把你当朋友啊！我干嘛要嫁给你？干嘛要把你当老公啊？没有你，我就不会有今天。没有你，我就不会离婚，我就不会连那个姓梁的那个混蛋我都看不清楚，我就不会我自己跟我自己闹这么大一个大笑话。 别哭好不好？别，你别这么哭，你这么哭让我听着瘆得慌了我。你走，行行行，好，你好一点了我就走，行吗？我好不了，我有你我好不了，咱们俩这辈子就是可惜了，你走。行，我走，好，我走，不，你听我，你记住了啊。 那小子找你麻烦，你一定告诉我你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你记住了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。没有真的，哪有真的？不用有真的。怎么还刺激成这样了？
在哪儿呢？陪客户。又听声呢？哪儿陪呢？怎么一点杂声都没有啊？在外边。啊，你先睡吧，别等我了啊。别人说算了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呢，别连应付的懒得应付。哎呀，根本没应付你。你先睡吧。 起来了，我就没怎么睡。我这就回去。哎呦喂！
看着我干嘛？看你昨天晚上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但是也没陪客户。别编了，我可不想把男人逼得撒谎。我就没法说话了。就这一次，行吗？行了，我信了，吃饭吧。我想结婚，想跟你有个家。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让你娶我了。那么急着嫁人啊？那么不想娶我？想。什么时候？快了。我上班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到了吗？看见你了，我在大厅。这么早？今天不想迟到，那走吧。你们想好了要离婚？离婚协议上的内容你们有异议吗？你们确定考虑清楚了？你们办吧。够急的。喂，在我这儿，要原件还是要复印件？啊，好。你们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正好你们再想想。户口本，我从我们家偷着拿出来的。我也是。你别动！你别动！别弄脏了，不用不用，别，这弄脏了。脏了就不要了。胡闹打架，他流鼻血了。没有。你真没事了？啊，没事。那要不要改天再办？不要。那就给你们办吧。谢谢。
夏飞，把那条围巾给我吧。你鼻子已经不流血了。我把它弄脏了，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。不用。给我吧。家都没了，你要挑围巾干什么？我洗完了会快递给你的。我不用。思念是我手中的线，静静萦绕我的指尖，每针都是我的挂牵啊，多少爱就有多少线。你把围巾还给我，不用你洗。咱俩该分的都分了，这个就别分了。你是说我的围巾上有你的血？没关系，这个不用分，我自己能洗干净。思念像我手中的线，我悠悠地摇着线圈，缘来缘去总在瞬间啊，往事如风总有飘散。感动我的你的缠绵，于是我横行的一剑，剪断的仍然是琴弦。对你的思念在心间。什么时间能做出来呀、啊？一个星期以后。嗯，给我做好点啊。好嘞，没问题，保证满意。您忙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哎，苗苗，大姨再见。大姨再见。哎，再见，您慢走啊。您这女人，坐一套吧。我急得我不走了，我就蹲着。哎，经理，你看，好像那个梁先生又来了。你赶紧去到旁边派出所去报个警。报什么警啊？就说有人骚扰。那好，经理，我这就去啊。你忙着呢。有事儿吗？这些天我打电话你也不接。今天过来，我就是想，不管我们今后怎么样，不管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能继续下去，我必须要跟你解释那天晚上的事儿，解释一下，我梁博不是那样的人。现在完全可以肯定，我之前的判断和感觉是正确的。你的前夫现在完全是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妒忌。所以说，哎，
编造了很多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实，伤害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明君，我梁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梁博是一个正派的人。你现在能够相信我吗？我真的是担心你不明真相，被你的前夫一面之词气坏了身体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就睡不着觉。明君，我要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不会来解释这些的。真的。你笑什么？回解除了。我还第一次这么近看小丑耍宝呢，你太滑稽了。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检查同志，就是他。你是来做衣服的？不做。那你来干嘛？找人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我们认识。人家不认识你，你认识人家有什么用啊？以后别再来了，再报警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。为什么报警？警告你别来晃悠，再来就是骚扰。走吧，要不跟我回派出所坐会儿去。误会，误会。有事告诉我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。怎么样，经理？给你加工资，谢谢经理。干活吧。嗯。躲在黑暗的角落，让我彻底的放松，陪我看一场华丽的烟火。我的爱如此短暂，自由除了你。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你爱着我，不许折磨我。找他麻烦就找我林薇麻烦。走了，回去了。你为了一个骗子撵我走。我来找 Lisa。 哎，你还爱我，还爱我，还爱我。你是谁呀？您找谁呀？我找我女儿啊。这不是简小飞的家吗？您说的是原来住的这家吧？什么叫原来呀？原来住的这家搬走了。搬走了？搬哪儿去了？他们把房子卖给我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您到底是他们什么人？我是他妈。那他们卖房这事儿没跟您说？阿姨，您等会儿啊，我进去把那房证拿出来给您看。您等会儿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去问他去。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关机了？这孩子。这罗列怎么不接电话呀？
真行啊你们！哎，干嘛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家里人啊？你不是有孩子吗？他们怎么不来看你啊？他们都在外地呢。你老公跟你离婚了吧？ 被我猜着了，那我就知道了。你孩子肯定因为你们离婚，所以跟你们不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酒吧大红也是因为他爸妈离婚，才从安徽来北京的，到现在都不回去。干嘛？你为什么离婚啊？感情不和呗。 你不是说你有个儿子，还有个女儿吗？他们在哪儿啊？你不知道啊？那你也真够倒霉的。嗯，不说了不说了，省得你不开心。 孩子，干妈想求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在你的周围，像你这么大的女孩是不是特别多呀？多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对，最近有没有看见你原来那个酒吧的林老板？ 见他干嘛呀？没见着。你跟干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心里边老放不下他呀？他心里又没有我，只有那个简小飞，我才不想他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菲菲，打你电话你怎么关机呀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急死我了！我打罗列的电话他也不接电话。 我给你们店里打电话，那孩子说你不在，你这不是在店里呢吗？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你躲着妈呢？我躲着你干什么呀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刚从你们家过来。房子呢？怎么就把房子卖了呀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跟我说。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呀？想要了就卖了呗。快跟妈说，到底怎么了？嗯，出什么事儿了就得卖房子卖地呀？简小飞，林薇就是被他给弄得缺心眼儿的。那个简小飞也太能骗了，把林薇骗得满地乱转的。 他那个老公罗烈就更别提了，连他自己老婆是个什么人，他自己都弄不清楚。不过我已经把简小飞给戳穿了，林薇就是因为这个才把我撵出酒吧的。撵就撵，反正以后简小飞再也别想骗林薇了。切，拿林薇的钱给他自己开店，给他老公开影楼。 哎，你说简小飞他怎么想的呀？太不是东西了。反正不管林薇再怎么生气，我一定要让简小飞骗他的钱全给他退回来。罗烈不是个医生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在酒吧听说的吧？好像说是罗烈在医院出什么事儿，干不下去了，才去干影楼的。哎呀，确切的我也不知道。 都是偷听来的。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。那罗烈跟简小飞现在怎么样了？反正我已经把简小飞给接了底儿了。那个罗烈要是个男人，就该好好管教管教简小飞。那罗烈要是把钱还给那个林老板？
他那个影楼怎么办呢？那是他的事儿。再怎么着，也不能把欺骗别人感情的钱拿去发财吧。罗烈的媳妇儿简小飞，她不会是那样的人吧？你根本不知道，别看年纪大，你不够复杂。那罗烈怎么办呢？你老关心他的事干嘛呀？他有他爸妈呢，多管管我。我现在可是你干闺女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得挺多钱的吧？当然了。那罗烈那个影楼叫什么呀？叫从前。名字起的倒还有点感觉。在哪儿？现在能说了吧？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卖了。我跟罗烈都不想住那儿。你一张嘴说的这么容易啊？你知道你们住的那房子楼底下马上就要通地铁了，以后这房子哪儿都跌价，只有你们那儿只能是往上涨。你心眼不够用了，你们是不是生意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是你还是罗烈？我们俩都挺好的。那好好的，那房子说卖就卖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再说你那房子跟绣花似的，费了这么多的心思，哦，还没住热乎呢，就把它折腾出去了，总得有个原因吧。干嘛呢？妈跟你说话，你就这么没老没少的躺着呀？起来你。你说你啊。结完婚以后，妈是好是坏，你问过吗？关心过吗？行，我不挑你，啊。可是你自己好好的呀，这么大了，你别反过来再让我操你的心，行不行啊？你跟你亲妈有句实话，行不行？菲菲，说你这孩子真是。菲菲，怎么了？啊？哎呦呦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快跟妈说说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嗯？你别让妈着急。你这样，妈可是受不了。嗯，快跟妈说说，快，怎么了？妈，你关心过我吗？你跟我爸折腾的那么起劲儿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过得好不好？哎呦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和罗烈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哎呦呦呦呦，好了好了。跟妈说说啊，说说什么事儿让你不痛快了？喂，是我。我知道你回来了，你也去过小院了，对吧？妈那披肩也是你留下的。为什么要回来？小烈他好吗？他很好。他不好，我知道。他不好。
就这么问你，就这么坐着等着你，等着你跟妈说起实话，行不行？现在不想说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你跟罗烈才结婚多长时间呢？一天一天的说都说得过来，怎么就开不了一个头跟妈说说呢？你先别问了，行吗？我过段时间再慢慢告诉你。菲菲，妈要是再等你一分钟，我都能得病。你就别再折磨我了，快一五一十的跟妈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就这么沉得住气是不是？你还是不说是不是？行，我去问罗烈去。我就不信今天你们俩人合伙一块儿能把我气背给我气去。你不是不认我这个妈吗？他得认我这个丈母娘吧？说我不关心你，我还要怎么关心你呀？从小关心你到大，从大关心你到结婚，还要怎么关心你呀？我还以为你结了婚了，我就省心了，享福了。我享什么福啊？我福没想着，跟妈连句真话都结婚结没了。妈，你别去了。你不是不跟我说实话吗？我看罗烈跟我说不说实话。她不是你女婿了。